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呢，以下是一个解方程式的过程，请问呢，在哪一步开始操作错误？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第一个步骤呢，它这个看起来就是把括号去掉。那我们首先看一下，第一个括号3乘进去， 3x 加上326，3x 加6，这个没错。第二步骤请注意，这个地方因为前面是减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这里呢想象成是负二，把负二乘进来，负二乘以 x， 负二 x， 这没错。但是后面这里负二乘以正一，负正得负二一二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加二，加二错了，应该是减二才对。右边等于五，没错。所以呢，这个题目呢在步骤一的时候就错了，那当然接下来一定是算错，所以呢，从第一步开始就错了，这一题答案选 A 这个选项。